么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。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不同，最时尚，跳舞肯定棒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。我再次寻找，依然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，我去了一个城市，这里的人们称它“时间过得很快，对不住大家您。我想我必须要离开。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到了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我对滑板鞋时尚，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。在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，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。有了滑板鞋，天黑都不怕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摩擦摩擦，我给自己打着节拍。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。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一步两步，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。摩擦